主料牛奶菜500克，辅料蒜头三瓣，豆豉，食油，食盐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牛奶菜洗净，用手掰成段，蒜头及豆豉剁成蓉贝蓉，热油多倒入豆豉及蒜蓉炒香，蒜蓉微黄的时候倒入油麦菜翻炒至断生，食盐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炒青菜一般不需要加其他的调料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